对于雅琪的这个淘汰，我也非常的震惊。我确实是跟雅琪坐在一起，但是我确实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被淘汰的，我现在也非常懵，因为我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号会被淘汰，所以我现在逻辑就非常乱。我这样，我如果是狼的话，不可能莫名其妙给你一个发金水。就是我当时在场上的时候，我还给你比了一个心，因为我觉得你的状态还是 OK 的，但是我没想到你就突然跳出来这样对我，现在心我表示破碎了，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其实没有更多信息。我第一晚验的四号，然后第二晚验的九号，然后我现在那个排的狼坑就是就六十五九十一里面最起码有六八啊，不对，哎呀，我现在彻底乱了。但是如果本轮二号调查员的 offer 被回收，请沉默离场。心碎了，心碎了。然后，但是我跟你说一点，第二个任务第一是我们做过，所以我们继续去做。然后我建议把邓炳莹带上。好。我觉得七十可能是那个。啊，我就不多说了，好吧？你如果相信我，让七十自己去玩第三个任务。如果出现有人员的减损，啊，到时候讨论一下。比如说如果是在我们五个人中间，如果黄凯你是预言家的话，你就应该优先怀疑我和邓炳莹。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可能就是七十，就是两批，就是两个卧底。我觉得四明明都觉得这里有三个狼了，然后还非要把邓炳莹带走，就感觉就是你们的他把我带走的逻辑是他觉得安全一点。我反正跟你是对立面的，我随你说，我不听。哇，我觉得这个有点歧视我们的身高。最好认的是 Molly， 这个应该都是他。他是这样的，竖着一列一列的，这个列都是一个斜的，因为你看这一列全都是这个四个跟麻将一样的这个，然后中间这一列都是他。看看没，你看一竖列。哎，你好。喂，你好，我是泡泡玛特的点点点单元，我现在有三位顾客的单需要点。哦，好好好。我要一杯芭乐之吻，然后两杯粉红之旅，第三位顾客需要一份小甜豆草莓萌萌卷。两杯芭乐。哦，两杯芭乐。一个粉红。然后第二一杯那个甜甜卷，草莓甜甜卷。饭后。哎，第三个人是单点的一个小甜豆。早餐，早餐。粉红第一步可以做两个，谁做粉红？一杯粉红这个。谁做粉红？我。双倍量，双倍。但是不是一杯吗？这就。第二个人是两杯芭乐吧？第一个是两个芭乐，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是两杯芭乐。那你做两个芭乐，你做两个芭乐，对。对没对啊？我有点迷惑这块。写的是啥就是啥。我写的是两杯芭乐。那就是两，你做一杯，赶紧改。行，我那就是我说错了，按基数的为主。哎，这个是吗？这个是，感觉是一个系列的。不是，这，我的妈呀！等一下，他是说，比如说这一格里都是 Molly， 然后其他，然后可能混入了什么？它是两格调换了位置，就是应该是。这一个系列跟这一个系列，然后中间有各一个调换了。对，那就是。哦，那我懂你意思了。我看，那我来看这个数量。倒计时五分钟。这个也不对吧？这个是那个，这个它，总之它不是拿布布跟塔扣扣。就是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小恶魔，
想起来没？穿紫色的衣服的一个小恶魔。那也不对啊。交给你了。这压力也太大了。出了好几单了。奶油要那个喷多少？他这儿没写指标，你看他写的数量。奶油50是吧？50克，按用力。香草糖浆，别拉错了，这个。看那边好吗？嗯，是。阿姨，分钟，赶快。冰块三百，抓紧。速度。现在是22，加到322已经。最后就只要一块马卡龙，往上面插就可以了。快点，速度。快。310，322，上。Go. 盖盖。你来，交给你，我不捣乱了，你快点。就只有一个马卡龙，再加一根吸管就可以了。啊！你好，喂，你好，刚刚我接到顾客的反馈，有两个单做错了，有一位顾客点了一杯芭乐之吻，送成了两杯 Cry Baby 的巧克力萌萌卷，做成了草莓萌萌卷。他说有两单出错了。你记错了，就是他点的是巧克力，你弄成了草莓的。快点，我们先做这个了。快点，急死了，还有15秒啊！马卡龙，插，可以了，上，是一单一马卡龙是吧？旁边那个地方擦一下，求求了，快点，那个不要，要扣分了。外观，外壁，快点，单擦一下。好，拿走。我先说一下，就是你不能因为我菜，你就把我票出去。好吧。既然八号踩我，那我也浅的回踩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回收别人的和破坏任务的，大概率是卧底嘛。那八号确实也记错了两个菜单，但是一个菜单。我要一杯芭乐之吻。两杯芭乐。哦，两杯芭乐。所以这个会增加他的卧底面，但是我也不好确定。然后第二，我想说一下那个纸条，就是因为三个代教必定有一个是卧底嘛。第一个让梁威少说话，那个可能大概率是真的，因为没道理发这个东西来骗他，对吧？然后第二个，大家认黄凯是预言家的话，应该也认第二张是对的。第三张大概率，应该就是卧底的，这个局长发过去的，就是。反正三个必有一家，这是铁的。对，十号也可能会拿黑白的预言家的牌，而且在四号的视角下，他是卧底的话，他完全他在这个场合他跳出来，他是一个黑白预言家，没有人能踩他呀。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做好呀，是不是？你们仔细想。然后我刚刚还讲了一个逻辑，就是说当二号去跳预言家的时候，如果说我做一匹狼，我肯定就去悍跳了呀，我也直接去跳预言家跟他刚子上呀，我没必要说把自己的身份藏得那么深。还有你们要观察我一直投票的票型，我是有弃票的，就包括说上一轮我也是跟着你们一起把二号投出去的。那我觉得你不管是从我玩的这个玩法，还有我包括整体的这个逻辑，我觉得我的身份是比四这个地方站得好的。说一下我的身份，我是一个神牌，但我这个神牌的作用，就像我抽到牌的时候说的，就是喜忧参半。发言结束，准备投票。3 2 1，请投票。走吧。哪边出？还是这边。走吧。哎，稳了。天黑请闭眼，卧底请睁眼。
然后我当时查验的六号是铁狼，二号他嫌疑其实是最大的，昨晚查验的是一号，他是好人。我看到我跟你读，信你好人，少说话。八号确实也记错了两个菜单，大概率是卧底嘛，那五、四、三、二、一，成功。啊！什么？那我就赢了耶！我的天哪，是啊，哇，小胡这轮可以，小胡那这轮可以。三位候选局长和十一位调查员，请回到会议室集合。Hello， 太牛了！国民浩太棒了，国民浩，最后我都没看出来，我是真骗过了自己。凯凯玩的开心不？开心报仇了，玩到最后了，一刀一刀刀下去，是不是？把曾经伤害过我的都给弄出去。接下来，我会公布游戏结果。游戏结束，本轮获胜的阵营是卧底阵营。人挤人挤，恭喜人挤，恭喜！终于破冰了，是吧？终于有分了，终于拿分了。凯凯跟你的默契我觉得也是有的，对对对。最吃惊的是最后一下胡明浩把你扑倒那一下，这小胡你会玩狼了，真的。假装自己是个好人就会玩狼。关键是我觉得扭转局势的那一轮是人局的那一张纸条，运筹帷幄呀，不容易啊。对，然后凯凯跟你的默契，我觉得也是有的。对对对。最吃惊的是最后一下，胡明浩把你扑倒那一下。这小胡你会玩狼了，真的。我要跟雅琪说个 sorry， 因为我刀你连刀两次。对，就是因为你对我毫无防备，然后我手一挽你就过来了。我再也不要和你们玩手了。言语确实在刀人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因为那个任务我们俩很难，对，我们不可能去挽。我还试探性的碰了一下张小刀，对，那一下子我感觉到了，所以我把手抽走了。我们俩很难，对，我们不可能去挽。我还试探性的碰了一下张小刀，对，那一下子我感觉到了，所以我把手抽走了。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有一个男的会在这么多台摄像机面前忽然玩我的手。所以李碧岩那个时候相信你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信他的，我完全占了。但你当时没提一下这个点有点怪异，但我觉得这种不方便就这么讲出来。不是不是，我觉得不能碰啊，都想万一是个误会呢。两位也准备分享一下。两位不想说话，两位不想说话。微微也体会到了我曾经那种无奈。主要我没想到，就是两轮之后再跳预言家还会有人信，主要是我没想到这个。我感觉主要是三号死了，你声音太大了，对对对对，那个地方。节奏带得漂亮。行，是雅琪先被刀的时候，我小脑先左脑先萎缩了，然后黄凯发言的时候右脑也萎缩了，然后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啊，真的假的？我都想翻开我再看一下，不是真的假的呀？这个我怀疑我看错了，当时其实真的，然后实在没办法，好吧，那我用真诚打动对方。没想到我和大家心连心，言语和我玩脑筋啊。然后我觉得雅琪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八辈子的好朋友。谢谢你写的那个写的是少说话多听羊，多听羊，但是那个羊你没认出来，羊胡明浩他故意不说。胡明浩故意不
他看出来是杨子，他故意不说。哎呀，你好坏呀、啊、你！所以我从第一把就开始潜水了，而且我摸的时候其实摸到你那个盲盒的底盘了，但是我把它晃了一下，它就变瘦了。哇，我的天哪！英子做了好多事情。你们去做甜品，谁做的最好？啊，王海是唯一一个做出来的。我知道我是狼，但是我发现，但厨艺充满了热爱。我发现当甜品师、饮品师确实也非常有意义。做这些食物会让你开心，然后你可以通过做美味的食物给其他人带来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